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嚟到呢个 Point Up 嘅环节，系我西荣咧，夜晚同你大家咧用兼职数码 App 去跟进下今日嘅一啲马匹噶咯，咁希望下次佢再出咧有啲好分嘅赔率，你先可以有机会中到噶嘛。就算佢偏热，如果你认为佢唔得，你一样可以 mark 低佢。譬如马尔代夫嗰啲，下次再出都系热噶啦。如果抽个内档，又用潘顿，你实信嘅啊，谂住好似铭记之心咁又追多几铺咧，咁啊唔得噶喎。咁啊今次咧今日成绩其实都唔算话好差，不过咧就冇乜大嘅即系机会可以赢。得多咯，咁但系唔紧要嘅吓，咁啊今次咧即系有啲 tips 可能成日跑第二啊，嗰啲胜利在手嗰啲唔紧要啊，总有一次咧你有机会比较赢得多嘅吓，咁即场投注咧，点解我有时会有啲啊双白旗啊，甚至啊中到三宝虽然热热地咧，一蚊注中都系得好少回报，咁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、你有跟进开嗰啲马咧，你起码都有呼叫先嘛，咁啊事不宜迟咯，即刻咧用坚仔创买 app 带大家咧睇下今次有啲咩跟进马咧要同大家讲啦。好啦，咁你喺呢个界面入面咧，你会见到啦。今次要同大家讲咧，就唔系第二场啊，咁系喺后面咧第八场啊。咁同大家讲绿色嘅呢只进神鬼上身咧，其实佢系唯一一匹咧可以喺后面追上嚟嘅马匹，仲要千二咧，根本咧就好难追噶吓，因为根本嗰日咧就即系今晚咧就系比较利啊中至前领嗰啲马咧，手搏蚀位啊，沿途三四位嗰啲系最好嘅。咁你入到直路咧，你其实都见到噶，好难追噶吓。咁啊，偏偏咧外面咧有一匹零零四四可以是这样追上来，前面呢即是共享纷纷已经跟寿神一起跑了，但是竟然呢在外面都未入镜，现在红色眼罩这匹呢可以这样冲过呢，其实是很犀利的，一遇到一些啱追的场合呢，其实呢即进神咧有机会由此再追到入位噶啦，咁所以呢啲马咧，大家都千祈唔好错过，记得 mark 翻佢啦。咁我上次都跟进咗，嗱你都见到红色噶嘛，今次唔紧要，再跟进下，亦都系咧吓呢个不利地嘅受害者啊。咁点样叫不利地受害者咧？咁你可以话系场地不利追啦吓。咁今次咧都系算系慢步速下受害可以跟进啦。咁所以咧一样要照储存佢，记得下次再买啦。咁次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晏啲再见，拜拜。